食香鬼。食香鬼又称为食香烟鬼。香烟并非是指现代人吸食的烟仔，而是指由香烛焚烧而产生的烟末。一般的香脂在焚烧的时候所产生的烟末都会带有浓烈的香味，而很多时在制造香脂的过程里面会加入很多沉香、檀香、花香等种种不同的香味原料，这些香味最为食香烟鬼所吸引。香味越香，烟末越浓，他们就最喜欢了。而且他们具有神足通，可以随时来往于有香味的地方。他们喜欢将一些香味涂上去自己的身体上面，所以他们不是只是喜欢由香脂发出来的香烟味道，就算连一般生活的香味产品他都非常之钟情。例如是什么？就是一些男士或者女士们所用的香水或者香薰，甚至乎家居所点的香薰、香油或者香精，他们都非常之钟意。至于他会不会因为我们喷香水或者在家点香精而引了他们来呢？大家又不用那么担心，因为他们具有神足通，当他们一吸走香味之后，就会利用他们的神通即刻去第二个有香气的地方。每一个逗留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之短暂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因为食香鬼对妇女身上面的独特女人香味非常之感兴趣，而且还会令到他们生出一种邪念。所以女士们喷香水上身的时候，就千祈不要拣一些太过浓烈的香味，尽量避免因为这些香味而引了他们去作出歪念。有传说话这种食香鬼前世他们都是卖香的，不过是一个奸商，常常都以一些劣质的香用高价价钱去卖给人，死后才会变成这种食香鬼。当他在鬼道报尽之后，来生若果再做人，家境贫困，但特别的地方，就算他再做人之后，他身上面都仍然会留有独特的香味。你们有没有留意到，在你们的朋友家人之中，是有些人永远不喷香水，但身上面永远都有一种独特的香味的呢？这种人说不定前身就是食香鬼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免费订阅我以下两条频道，以灵异传说为主题的鬼古王阿煲频道，同埋以生活百科为主题的阿煲探路频道，订阅是免费的。以下是煲 TV 为大家推介的两部影片。